他要还想留在琼华做弟子，就必须砸了叛徒云天青的牌位。弟子们，砸了云天青的牌位，反了牌位！林少，林少，别打他，给我！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我看你们三个早点排位。 天鹤，爹就把这心藏在这牌位里，一直陪着你长大，永远也不离开你，好不好？我爹死，你们也不放过。 那你们一个也别想活！天鹤，天鹤，别发狂了！住手！ 云天青之事，派中自有定论。你们居然敢集结闹事，置门归于何地？那云天河出手伤人，又该如何处置啊？师叔，是他们先拿天河他爹的牌位的。待我回禀掌门，自会处理。掌门有令。 掌门已经知晓了这里的事情。 你们几个寻衅滋事，各自去找自己的师傅领罚。是。云天河出手伤人，倘若不向众师兄低头认错的话，便送去私房谷。子英叔叔，你放了吗你？你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？无妨，师公。 你不该带天河来此。太医，师叔是为了我受刑，我当然得来。叛徒之子也同样是迫害师父的孽徒。狂徒云天河，你若敢在这里撒野，休怪我等手下无情。你们这群人！ 错就算了结了。照我看，你应该去找宗主。
我有缘在先，云天河出了四反谷，就必须俯首认错，并承受冰火鞭刑。现已完成，此事就此了结。各位宗主，也要管好自己的弟子。是。云天河，如若还有下次，就无人能帮你了。弟子铭记在心，多谢掌门。 回去养伤吧，你们也退下吧。起来，走。天河，你们怎么来了？ 这个结界，你们就不会受时间损耗了。天河，凌沙小师傅让我过来劝你出去。这里很好，只有我和爹两个人。云天河呀，你可真是云天庆的儿子，你跟你爹一样执拗。 经常因为自己所想跟琼华有出入而痛苦，但他顶多去醉花阴喝一场酒，他就能把自己解开了。小子，你得多学学你爹为人处事的豁达与从容。秦耀长老，你就实话告诉我，我爹他究竟是个叛徒，还是一个忠义之士？ 19年了，老夫多想对你爹亲口说一声，你云天青在老夫心中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忠义之士。秦耀长老，你说我爹是忠义之士，那为何他会杀他最好的朋友玄振呢？